小 S 日前在 IG 发文写下在东京的街头逛街好惬意哦，当时她分享一张在路上悠闲行走的照片，照片中她顶着中长发发型，身穿休闲风格的服装，还被拍下刚好翻白眼的表情，模样非常搞笑。六日她又再度透过社群平台和大家分享她在东京的近况，这次她晒出在餐厅拍摄的一张美照，不过她却在贴文中透露不小心受伤了。她分享手指受伤抱着 OK 绷的照片，发文写到在一家日本的法国餐厅竟然把酒杯捏碎了，厨师很贴心帮我贴上 OK 绷，还放了花在酒杯里。他还幽默笑说不知道老板有没有算钱进去。贴文一出惊呆大批网友，对于他能把酒杯捏碎都感到不可思议，植物他的手指力量实在是太强大了啊。